笑呢。这块能下。这个小女孩都有的听，都喊的说。左右的一个女孩，8:04有人看到从桥上跳下去，然后大家都在报警，我们就打电话和这些救援的互相在沟通，周围的好心的市民都跟着在盯着她的位置，一直在给她照亮，大家在喊她，给她支撑一下你的力量和勇气，给你们点赞啊、哦。